愛すぎた。努力勝手に頑張りました。頑張ってください。很棒的展览，谢谢你。希望你会有更多的分享。
这个作品啊，其实还蛮有创意，然后可以想起自己那个小时候的时光，就是有点童年的感觉，然后活泼的生动。而且我觉得这个作家就是很勇于把所有的图案，不管是很可爱的动物啊、植物，或是很可爱的食物，全部结合在一起，然后很色彩、很缤纷，然后很多彩多姿，那很有想要表达他想要传达的意念。干嘛的哟？还是汉尼牛加油！